他现在很多那个选举嘛，有没有？你把某个候选人跟某个候选人做比较，那你就知道说两个人之间的那个死亡交叉点在哪里了。好，OK，比如说呢，我们那个 Java，好，比如说这个语言哈，然后两个语言呢比较之后，你会发现它的趋势慢慢就会，哎，你会发现哦，那这个是美国的，所以如果你要看台湾的话，你这边可以再输入那个，把那个台湾哈。把它输入上去，它会帮你找到那个只有台湾部分，因为全世界那个程序员开发哦，不见得都相同哦。所以如果你以那个美国哈当成是那个那个范围，有时候不见得精确。好，然后你可以看到呢，假设是过去12个月，其实已经 Python 已经超过 Java 了啊。那当然你可以再往前推5年啊，比如说5年哪个时间点，哎，你会发现呢，本来 Java 在这里。好，你会发现它一直往下，趋势非常明显。它一直往上，趋势，而且死亡交叉点刚好是在什么时间呢？刚好是在这个时间，2017年。哎，2017大概就去年，有没有？所以去年开始哈，从那个好像感觉从那个那个 Oracle 哈，就是把 Java 买下来那家公司，告赢 Google 开始，好像 Java 一直往下了。好，不知道为这个趋势，当然不过也看得出来了。当然，你程式撰写的方式，Python 绝对是比 Java 简单太多了，能做的事情也不会比较少。那当然，一般人选择当然会选择 Python 的可能性会更高哈。所以从这边可以看起来，从5年前啊，可以看。另外呢，其实类别部分呢，比如说根据哪一些类别，一般是所有类别，你也可以根据某一个类别。甚至你也可以搜寻，这个是网页搜寻，就是网页搜寻的人，好，比例上面看起来 Python 会高于 Java 了。从2017年去年开始，啊，那他甚至还可以找什么？找 YouTube，比如说有人喜欢看影片，对吧？哎，你可以看一下，在 YouTube 上面搜寻的结果不见得一样哦。可是它的这个变动好像稍微激烈一点，有时候多，有时候少，高高低低，高高低。不过其实从那个也是2017年开始。好像搜寻那个 Python 的影片哈，已经高于 Java 了。OK，所以其实你可以从这边可以看到一些东西啦。那当然，这个只是一个客观的大数据分析的结果啊。而且 Google 还蛮大方，他把这个结果跟你分享。啊，当然，如果你要跟什么呢？跟其他语言啊，比如说跟 VBA 比好了，那 VBA 会在什么地方呢？哈，其实 VBA 是商用的，虽然它很方便，可是你会发现哦，如果跟那个其他语言比起来的话，它其实用在那个 Google 上面搜寻的比例又会相较的比较少，那主要原因是很简单，因为 VBA 这种东西啊，其实它官方已经有提供一些很固定的说明档，你其实在网络上找也不见得可以找到你要的答案，所以很多时候哈，干脆就直接找不到的话呢，也许就用官方，要不然就是哈，你就上课吧，学习啊，因为它那一套已经很成熟了，环境也不太需要安装。不像 Python 跟 Java，你光要用之前哦，你要花很多时间，光环境设定就是一个很大的麻烦。那 VBA 不用，好，VBA 非常的简单，打开就有了，好，所以理论上这个搜寻哈的次数当然呢也比较少了，另外关注度也可能也没那么多，而且变化的比例也没那么大。不过看起来好像都稳定中，大概就是这样子而已，好，那其他的话呢，未来哈，我最近有听到一个消息，就是说以后那个。在 Office 里面，目前我们看到那个 Office 里面呢用的语言啊，像那个 Office 里面，我们 Excel 里面用的语言，打开那个开发人员里面是用 VBA 嘛，哈。不过呢，哈，已经确定一件事情了，就是未来你这个开发人员里面的这个 VBA 哈，可能会被取代成 Python。那取代的方式不外乎就把它全部变成用 Python 开发，要不然就是说两种语言都相容。都可以用啊，哈。不过，至于哪一种啦，我们目前哈还没有看到下一个世代的版本。但是可以确定的一件事情哦，可能会有很大的变革。不过呢，因为新的版本即便出来了，它普遍大家使用还要很长一段时间啊，不可能说你看连 Excel 的2010大家都还在用，对不对？所以要能够等到 所有的人都把 VBA 都把它拿掉，好，我想应该。短时间应该不太可能的哈，所以这个 VBA 还可能会存在一段时间，但是
感觉上有可能就是会慢慢走入历史了，哦，有可能啊。不过至于说会不会走，这什么时候会走入历史啊？这当然不可知啊。不过可想而知，未来趋势啊，应该还是大方向呢，还是以这个这个拍场为主啊。所以我们把它推到过去的12个月好了，好，你会发现呢，这个第一名当然还是以拍场最多，慢慢的增加。所以未来如果你要增加自己的那个专业技能啊，你当然也可以在这边打其他的那个程式语言开发，也可以比较一下。那所以可以增加自己相关技能。那好像最近有同学又去考证照了，又考过了其实也蛮好的一个现象，因为等于大家有那个风气慢慢起来那就至少你在练习的过程当中你有个目标啊，因为那个题目蛮多的，他要把90题，当然除以一半一半，当然也要45题全部练熟，再去考试，而且还考100分，已经相当不容易了。那这样这个部分的话呢，对于你未来的就业我觉得有还是有相当，至少自我肯定就已经不错了。所以呢，请各位呢接着来看那我们上个礼拜的部分的话，上上礼拜的部分我们是讲到那个 for 回圈输出99乘法表的部分。那今天的话呢，也许我们接着来看那个 for 回圈里面假如说我今天呢要把那个信号输出部分把它做出来，那如果我今天希望做出来的结果就是一颗星，第一次，第二次呢2颗星，第三次3颗星，以此类推，到13颗星好了。OK，那如果说我今天的需求是希望跑一个什么，跑一个那个回圈，帮我做出来的话。那该怎么做？那这个当然有几种思考方向啊。第一个就是说，你可以用串接再丢的方式，串接再丢的方式啊。那也就是说呢，这边如果用串接再丢的话，你可能要跑2个回圈。第一个回圈就是你要跑几次？那这边1到13，假设说这边有13要跑13次，所以你可能要那个 for for i 的话呢in range 就是1到后面点14。就是跑一到13的意思啊，然后再来的话，第二个就是说，你后面可能有需要一个 J，这个 J 的话是输出几次？For J 的话呢，如果它是一的话，那其实我们就是让它跑一逗点 I，那可是我要一跑一次就停的话，那后面的话可能就是要二啦。可是 I 的值如果假设是一，那我就把它加 I 加一，就是告诉他说你帮我输出一次，然后也就是说丢一个星号。那如果在第二次的话，因为 i 变成二，那二的话刚好就是输出2个星号，就 j 的部分就是输出2次，再以此类推，那就可以完成所以请各位先试一下，我这边大概逻辑跟各位说一下。那所以撰写的话基本上就是 先给 我这边是用那个串接的方式，串接预设是没有啊，后面的话呢串接最后完了再一次输出。那怎么串接当然第一个我是 for i in range，因为我要跑13次，所以我的思考逻辑是 我要跑13，所以从1到13先跑，所以 range。第二的话，输出几次，跑几颗星，那这个跑几颗星跟 i 的关系就是我要 for j in range，那当然一定是第一次。再来，如果说我今天当 i 等于1的时候，那我就输出一颗星，所以只要跑一次的话，那这个地方的话，当然你就是必须这边假设跑一次，这边就是二了那二的话跟那个 i 的关系就刚好是加一的关系有没有？如果它这次等于是三的话，i 等于二的话，那就是跑2颗星。那2颗星的话刚好，因为我讲过了，range 后面这个值就是必须要停止的那个值加一那输出几次？那再来的话呢，我们就是怎么样？再来就是。串接它特别注意在那个那个 Python 里面的话，或 Java 里面都一样。如果你要串接的话，就是加等于后面的东西，那加等于后面的东西的话，就是等于是把它串接在一起。那串接之后的话呢，后面最后呢跑完之后，因为我要换行，所以后面我再串一个那个换行符号，那换行符号串在后面之后的话，那再换下一个，那就是第一次。会是一颗星，串完之后呢，后面会加一个换行符号，就是反斜线跟嘛，等于那特别注意就是要放在这个地方
好，然后等到两颗星、三颗星一直串串串，串完之后的话，再一次把它 print 出去，答案就出来了。OK，那这个是用串接的方法撰写。不过哦，Java 另外有个更简单的方法，就是不用串接方法写了，就是你直接用用乘几颗星就可以了。但是那个方法的话，虽然快了，可是未来在使用上面哦，不见得会全部都可以用那种方法，反而用串接的方法应该是比较通用。好像我们之前讲那个 Django 里面输出那个网页，也很多地方也是类用类用类似的概念把它输出的哈。所以请各位呢稍微试一下，就是那个把十这个十呃十三颗星哦，好，所以把这个十三颗星输出。那另外的话，如果你做完之后哈，也可以再想想看，假如说呢变化题啊，比如说我今天是正三角形，哎，如果说今天我希望把它改成什么？倒过来，十三颗星到这边十三，这边到一颗星，啊，或者是说呢，还可以变化什么？可以变化成正三角形，有没有？然后还可以倒三角形，反正这种变化很多啦。或者是说你要做成什么呢？做成这样的形状，再这样的形状，各位也可以啦哈，反正很多变化啊。这个地方比较困难的地方就是你要输出回圈那。外回圈是决定输出几列，然后内回圈是决定输出几颗星，好，所以这个概念要蛮清楚的。如果你这个部分蛮清楚的话，以后哦，你要能够输出你要输出的结果就会非常简单。OK，那请各位试一下，把画面先。